回顾整个玄奘大师去造论的一个时代背景来说呢，中国佛法有它的困局。那我们是请陈老师来说明一下。我们就先以比较短的时间哈，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前面我们在八集的这个千年一脉，从佛陀到玄奘所告诉大家的这个玄奘大师他的这个行仪跟事迹哈。那么必须要了解的就是说，玄奘大师为什么要去西行去取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当时在中国的佛法呢已经出现了困局。好，我们在投影上面呢有列出了三点啊。那我想我就简单的以这个唐三藏这个慈恩传里面大师的一句话一段话来说明当时的情况啊。大师说，双林一位之子分成当县二场，大圣不二之中，西为南北二道。就说明了说，当时在中国的整个佛法的这个修正跟理论呢，其实是混淆的。就像我们投影上面最下面写的，大众法师疑惑无数，无可抉择，陷入了哲思啊。所以大师取经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解决当时在中国的困局。这本我想郭老师应该有很深的体会呢，由郭老师再帮我们补充。在八九四的这个论辩上呢，因为呢有真谛三藏法师他的翻译，然后他的翻译因为实际上大家也不知道他的所本的范文，那于今也不可考，但是根据于伽师地论，我们大概知道说呢，他的翻译并不正确。也就是说，他把第八识切割成两个，一个是属于呢污染分，一个属于清净分。他把这清净分呢定名为呢阿摩罗识，就是无垢识。那我们知道说，实际上呢如来只有说八识，而且呢八识呢本身第八识就有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是可以圆满成就世间一切诸法，不管是染污清净都在里面的，那不会说清净的各一块，然后呢不清净的各一块。如果是第九识的话，佛法就应该实证第九识啊，应该我们所读到的大圣经典就应该呢说明呢怎么去实证第九识，应该从见到位就开始，但是没有，见到位永远证真如。那如果说真如不是呢第八识的体性，那这样你也不用去证第八识阿拉耶识啊。所以呢怎么说呢，都知道说这第九识呢它本身呢它的来源史料以及经论都是呢颇受质疑的。那这些问题呢当时候并没有解决，因为呢真谛三藏法师呢他的门生以及呢他的流通的书籍，不管是译著或是呢可能是他自己造的，这个数量并不少，所以呢给中国人带来一个困扰。另外是之前在呢南院北院他们呢同样一个地方所翻译出来的各执一词，所以变成说真如和阿赖耶识又分出来。这种情况下确实呢在还没有办法有人呢可以呢以圣位之资来指导的时候，大家就不清楚到底实证是要实证是真如呢还是阿赖耶识，还是你第九识，还是有其他的，比如说如来藏。因为如来藏中国人是接受的，在这种呢多说的情况之下变成众说是纷纭的。后来呢中国在这种情况的时候调整成什么，最后是大家各有立场，
各有立场的话呢，等于就是你说你的，但是我们不会再呢当面吵了。那可是这样隐藏的话，变成中国实际上呢，在教下的话呢是分裂的，所以逼不得已，这种情况下只有呢等待圣者取回经教，翻译出来，做成呢一贯统一的一个说法。那这样呢，就是大家才会完全抵定。那玄奘大师呢，不仅完成这个工作，而且他还照这个成为释论，把呢他所的知道的以及所实证的显露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这部论的话，是知道说解决掉中国佛法的困局，因为以前中国佛法许多的问题，自从玄奘大师出现以后，就都消失了。当然绝对不是莫名其妙的消失，在三藏法师传还说以前的问题多到呢，用科目来算，总共有100多科，百有余科，就是除了大问题还有这么多问题，可是今天大家从史料再去找，找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呢，玄奘大师把这事情理清楚以后，大家就没有问题了，大概是这样。是，也许有人会提问说，那当时不是还有禅宗吗？当时唐朝，那这个达摩祖师呢，他是在唐朝之前的南北朝啊，就已经到中国来，那也传法给这个二祖慧可，不是有禅宗吗？那如果说有去研读《三藏法师传》的人呢，也会发现说，玄奘大师当时，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参学了，或者说去见了许多的各地的这些大师啊，可是没有去见过禅宗的。其实呢，我想大师一方面他了解禅宗所证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完全回到教上来说，不好说。为什么？因为五祖之前只是什么？五祖之前只是单传啊。所以我想当时大师没有去找禅宗的这些政务的这些祖师去对话呢，大师他是了解实际的情况，那他也觉得那样没办法解决问题啊。所以虽然说当时有禅宗，但是禅宗没办法解决当时中国所出现的这些问题。那除了在中国之外呢，那大师玄奘大师到了天竺啊，就是古印度呢，那古印度当时也存在了许多的问题，这方面我们就请郭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时候整个印度呢，实证者开始凋零，其中一个最能够凸显这个现象呢，就是般若居多造论。般若居多呢，是等于是以另外的立场来质疑佛法。那质疑佛法的时候，他提质疑了一个问题，当然应该不止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就呢没有亲证第八阿拉耶识，是几乎是没有办法回答的。他怎么说呢？因为呢，真如是无相的，你们说真如是无相，那我就没有办法从你所说的唯识呢，用呢第八识变现出来。这样呢，那六识心呢所能够接触的，也是呢要有这样种种的变相变现。那既然是无相，那就我就没办法用六识来了知啦，因为我都是靠这个变的这个呢所成的这个影像啊等等啊来看啊。而且呢，你说的真如，它呢是你自己说证悟，你一定要呢
亲政的，那就请问你，你既然你们说政务，那真如为什么是你所缘的一个法呢？或是所缘的成相呢？或是称为所缘缘呢？这个问题一出来以后，所有的印度的学大乘论师全部都被拦倒，拦倒了应该有12年。即使是戒贤论师，就是那烂陀寺的这位主持，他也没办法回答。虽然呢，他能够演说瑜伽师地论，但他呢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你就知道他到底在实证这个上面是不是有所欠缺。所以他能够呢靠博闻强记以及对呢义理上的了解，可以呢将瑜伽师地论呢能够做非常正确的演述，然后把这个道理传授给呢玄奘大师。但是他毕竟呢因为没有亲证，所以呢会使得这一个呢阐述上呢出现呢一些没有办法弥补的，或是难以完全缝合的。就是说你只能够依护法大师所说，那你不能够特别发挥，特别发挥的话会有一些困境，因为那不是呢为亲证者所了知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可以知道，那呢实际上呢文献上也是这样证明，玄奘大师呢在这游学过程中还是希望知道有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个瑜伽师地论，也就是说他对于戒贤论师的解释仍然觉得还不够。这样后来他终于找到另外一位，就是圣君居士、圣君论师，可以跟他呢一起对谈。那我们所这样看到的就是说，印度呢在实证的缺乏，或是说没有那么完整的情况下，要能够承担起未来整个几十年、上百年或上千年的佛法命脉，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尤其呢禅宗呢整个血脉已经传到中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印度是没有办法。而且那时候呢天主有即将发生乱世，就是戒律王的王朝会崩溃，这是当时候文殊师利菩萨然后示现这个梦境给玄奘菩萨知道的。那另外是那烂陀寺呢里面呢也有人就开始呢就反对呢这个大乘法，而且有的人是割裂大乘法，这些事情是层出不穷的，就变成说这样的乱象呢是一直潜伏然后变得明显，那有可预见未来会怎么样呢？所以天主佛教面临的困局是，其实呢玄奘大师呢他的历史地位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要特别注意这一段天主当时的情势。因为大师离开印度之后呢没几年，那戒日王就过世了，那他的大臣呢就篡位了。那整个因为当时那烂陀寺呢其实是戒日王鼎力的支持，否则呢他其实在以当时在印度的这个声闻部派佛教的那个气势呢，就像刚刚郭老师讲的，那烂陀寺内部本身就已经有这个反对大圣的这个声浪了。那大师离开印度，并且戒日王也过世了，所以整个大圣佛法在印度就瞬间就等于就是土崩瓦解。那大师在这个地方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他把重要的大圣经论呢带出了天主，带回中国。
这些经论呢，大师一步一步都认为是对未来，就大师的未来哈，整个佛教要继续在这个世界能够弘传呢，不可或缺的。我们从《三藏法师传》里面特别提到说，在回国过程当中呢，因为渡了一条不是很大的河，那其中有一少部分的经论呢，就掉到河里，然后就淹没了。可是大师竟然就在当地就停下来等了几个月，为什么？要把这个失去的这个论呢，再把它收集齐全，要带回来。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大师是怎么样重视这些带回中国的这些经论。那个从后来的历史演变也知道，如果当时大师没有带回来，那么这些大圣经论在印度，在古天竺呢，很有可能因为后来的密教兴起了，一开始是部派佛教的势力很大，再来就是密教兴起，很可能这些大圣的论呢，不是因而就消失，要不很有可能就会被篡改。那今天的整个世界的大圣佛教呢，其实是跟现在所见是不同的。所以我常常这样在想，就是大师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中国，然后能够去到印度，在印度做了当时其他人所不能做到的，就是我们下面要跟大家讲的。我常想，大师啊，就如同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他其实是天选之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大师，那后来的整个佛教就改观了。但是我们不能说天选之人，我们应该说，那他是佛陀选定的人，就得在这个时候适时，而且呢适得其所的出现，然后完成了这那么多几个世代以来没办法完成的事情。那大师取经前后的这些情况呢，就是包括说这个曲尼城无遮大会这部分我们也请郭老师再简单帮大家做一下回顾。在曲尼城这个大会上呢，就是等于是邀请了五印度的一切呢修学者，然后一切的这个有钻研这个呢整个印度的古哲学或是呢这个佛法的，然后不管他是我们称的外道婆罗摩等等都来了，人数非常多，好几千人。然后其中呢波罗橘多呢他没有来，那呢戒日王呢当初有去请他，后来他就整个推辞，他推辞了三次，那后来实在推辞不掉，因为呢戒日王直接呢以呢类似国王的这种礼仪来对待他。那国王礼仪什么，就请一只母象，非常温驯的，然后去请他。那这样的话你再不来的话，那就等于是就是瞧不起国王了。那这种情况下他只好直接臣服，他直接臣服就向着这个大师的方向然后就敬礼。然后这件事情怎么样都会传开的，因为呢波罗橘多是那个时代呢这个呢对大圣法抨击最厉害的，而且他造论实际上呢也引发了说呢大家呢都很难回应，那当然最后都是留大师玄奘大师来回应。那在这回应的时候，因此呢大会的论主就是玄奘大师，那当然一定要请波罗橘多来啊。不过他不来的话，这事情就会呢让所有人都
都胆怯了，主要是外道他们就全部都会胆怯，他们想哇，我们这边最厉害的他不敢来，那到底是怎么来，是生病吗还是怎么样？后来大家知道他确定是呢知道玄奘大师的声名，所以吓到不敢来。那我们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呢，对于呢整个声闻部派以及呢整个印度的这个呢，他们只有在哲学上或是呢译文解义上研究，所以就没有办法来真正对于大乘实证者所提出的论来做说明。然后呢这样情况下呢，大师呢的声名呢就在印度得到最高了，就等于是说所有的王公大臣以及呢所有修道者，最后呢大家都承认这个来自于中国这位留学生是目前在印度最厉害的，博通于诸法，而且他所说的没有一个字可以呢义理可以反驳者，所以就称他为大圣天解脱天。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知道说那可是中国人你必须要眼见为凭啊，因为中国呢大唐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戒律瓦已经先派遣使者在呢大师回国之前已经先到了李世民这里，来和呢唐太宗来说明等种，那必定是呢大声的呢这个呢赞叹颂扬呢玄奘大师的事迹，而且呢其他的僧侣也透过呢海陆两路呢也都已经呢很快就已经到达了，因为呢大师就在印度最出名的人，怎么你们中国没有人知道呢？因为当初大师是私自离开中国的。对，在那种情况下呢，大师的事迹就整个被传遍了。那呢在那种情况下呢，也有导致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大师最后呢继续沉淀所造的论的一定是呢无可比拟，然后呢也使得呢这个论成为世论，就呢成为呢中国人所造的论最重要的一部论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局势呢，其实是对于大师回国之后呢受到唐朝这个整个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呢来帮助大师翻译经论，并且呢等于是大师在译经的时候呢是公开开放大家可以来旁听可以来询问的，那这个这样的一个局势展开之后呢，对后来整个中国佛教的这个整个争议能够凯定呢有非常大的关系。